支持。我想问问大家，德鲁伊茨喜好看吗？好。大家喜不喜欢山姐？喜欢。爱不爱大龙？爱。喜不喜欢我们天津人的表演？喜欢。谢谢大家，小主们嘴这么甜，我来给大家争取一点福利啊。老佛爷，万岁爷，大家伙儿不远千山万水的赶到天津大礼堂来看咱们，奴才请求万岁爷和老佛爷赐下彩蛋一枚，望老佛爷恩准。准了，这下面请大家欣赏山姐和大龙为大家送上的曙色。
北京巨龙文化责任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钟奎刘总上台与大家见面。亲爱的观众同仁，大家晚上好。首先感谢江山老师，感谢大龙。那个，我们天津人艺啊，应该说今天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是。同时两台大戏，一台在我们天津这个得了慈禧，另一台大家看过的《上甘岭》，今天晚上在沈阳盛京大剧院演出。盛京大剧院，对。这台戏呢，应该说是回家演出。这台戏我们是2019年排演完成的，本来已经在上海、北京等一些大城市正在热演，但是遗憾的是后来遇到了这个疫情，这个戏就停下来了。今天我们终于有幸重新恢复上演，今天在我们这个原创地的天津。正式公演拉开了全国巡演的序幕，今天到场的观众非常热情，也给我们极大的鼓励。我们这部戏呢，应该说是多家联合制作的，我们的北京巨龙的刘总，还有我们那个北京仙童文化，我们几家联合制作。我们这部剧的作者是著名的剧作家何济平老师。这部戏的导演是香港话剧团的司徒慧卓老师，还有这次我们恢复排练的是副排导演李任。李任导演在哪里啊？李任导演在我们的现场啊，给我们大家回头打一下招呼啊。李导有请到我们的舞台前，有请掌声，有请我们的李导来到我们的台上。李任导演是在这个这部戏排练的时候作为执行导演，作为跟那个司徒导演联合排演的，是我们国家话剧院的年轻的导演，非常有才华。来吧，导演正好在这。谢谢，感谢我们天津人民艺术圈的艺术总监周总呢刚才的精彩的致辞。那么继续呢，今天啊，要不是明天上班，我们准备是演到凌晨7点的啊。可以，没事。但是呢，接下来呢，也是有请我们的这部戏的副排导演，我们的李任李导致辞，掌声欢迎。那个，这真是像钟总说的一样，这个戏今天是回家演出，跟家乡父老做个汇报。我们同时呢，就是我另外一个戏《上甘岭》在沈阳也同时演着，这两个戏风格不同，但是呢都受到好评，没什么可多说的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继续有请我们巨龙公司的刘总致辞，有请。不占用大家的时间，我说一点啊，这个戏呢，首先得到了天津市委宣传部、北方演艺集团和天津人艺，还有在座的所有演职员的全力拼搏啊！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李任导演的这个两个戏，上午、下午、晚上，真的是很辛苦啊！我希望咱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李任导演，谢谢。另外呢，还要感谢我们这个戏的出品人李东先生啊，李东是我的好朋友，也是话剧《风华绝代》得了慈禧《上甘岭》的出品人啊，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东先生，谢谢。另外这个戏的演德林的女主角，朗玲啊，叫大家，因为这次国家话剧院这个主演啊，大家把掌声送给朗玲，好，谢谢。我们希望今后我们在这个学院当中呢，更完善、更美好的献给所有的观众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谢谢。谢谢。刘总好，那咱好站在一起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特别要把
掌声送给我们的山姐，我们的大龙，还有我们今天所有天津人民艺术剧院，还有我们合作的这些伙伴们，他们今晚非常的辛苦，把我们最精彩的演出献给了我们在场所有的观众，也是今天还在年里啊，在这里给大家拜一个晚年，祝大家牛年大吉，我们的身体一定要健健康康，而且看好戏来人意。